粉粉的哦。啊！今天做模子 order 什么给同事吃？今天做什么？同事默契大考验。我们要来点餐，然后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要看他不喜欢吃什么。然后其实我对 Ivan 的了解只是真正啊，就是除了我们去猜，其实我也不懂他喜欢吃什么，不喜欢吃什么。我是不知道嘉轩不喜欢吃什么啦，他应该是跟我一样不喜欢吃肠那些肝胆啊，那是内脏的东西哦，看来应该是不吃。然后我这次是点给阿尊啦，他这个人不吃榴莲，然后不吃内脏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又很像太坏了，因为我不喜欢吃，所以我知道那种感受，所以我就打算我的，既然他在减着肥嘛，我的一些轻轻的东西给他咯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就打电话给 Kevin， 因为其实我在公司也没有讲待到特别久，因为现在 FMCO、CMCO、PK。Hello, Kevin 啊。据我所知，他不喜欢吃菜啊，只要是菜的，他是不喜欢啊。他喜欢吃肉，只要是肉，他就是喜欢。可以啦，买一个饮料给他啦。I mean 就是combo 的，就它包括了饮料。我觉得我会买那西格拉布蓝色的饭，生肉面里面应该有猪是腰、猪肚、猪身。如果全部加料给他，他会很过分。可以啦，我全部加猪心、猪腰、猪肠、猪，还有猪舌头跟猪肚，然后就是不加猪肉碎呀、啊。Green chili shrimp， 好咯，看这个算最可以了啊。嘉谦吃多点虾啦，嘉谦。OK， 就这样。我也是还蛮期待我的，希望我可以吃得好一点，因为我明天要打疫苗。我们要等看嘉谦收到没有啦。我呢是 Ivan order 给我的，不过我觉得 Ivan 应该没有对我这样不好啦，他一定会 order 我喜欢吃的。好可惜，不可以点榴莲给他吃。一定会 order 我喜欢吃的。Yeah, boy. 3,000 whoop-hoos later. Thank you, yeah. 我的是 OK， 这个就是我的食物，好像是 fish bowl。哇，阿俊对我太好了。Ivan， 你不要 order 不好吃的给我，跟你讲，我已经知道你要 order 什么。Ivan， 你不要跟我讲你 order uptown 那个干捞面那个有肠那个哇 ，bro。OK， 拿到。食物啊，然后是嘉谦给我的食物 ，mango 有那西马都给外虾冰，还有芒果糯米饭，有黄瓜咸蛋，有饭有鸡，像嘉谦我会买这样好给我吃。哇，这个真的很好哎，很 nice 哦，谢阿俊。爱你哦。很臭耶，臭耶，很臭，我已经嗅到了，本来全部都是，整袋都是内脏耶。这一包又是什么？这么有两包的，这也有。哇，可是这个是加正宗给你的。他就有放很多青葱给我，我就不是很喜欢。然后这么大搞的瓦萨比真的是要吃完没？还有这个阿瓦卡多，虽然只有三片那，可是我有四片，哦，我有五片。好，我知道买成这个给我什么营养，因为里面有这个菜，这是我不想吃的菜。一、二。啊！吃青色的叶子不难吃，好好吃啊！这么好吃，我很开心耶！今天好人有好报，我买好吃的给 Ivan， 阿俊就买好吃的给我。啊！发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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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！那个面又辣，那个料又好吃的。哦，粉粉的哦，啊！我现在吃到有点痛苦，因为然后这个东西甜到半死。
感觉好像有点被玩了这样的感觉。What the fucking taste? Oh my god! Ah, finish. 哇，很微。我要拍摄的地方了。这顿餐哦，最好吃啊！就这碗汤哦，这碗汤一流，好喝。Oh, later. 这样痛苦的午餐呢？那场那些吃了真的是让我毕生难忘。我已经不会再动那些，我已经认出他们样子，我已经不会再动那些了。其实他不知道我不喜欢吃什么的，所以他才会加 avocado 给我。可能这段时间考验一下大家是否还有一点同事爱啊，同事的默契在。不要对你的 bro 们太好，因为你不懂他哪一天会来做高你。太了解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好出来的，所以这一次的今天做什么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 like share comment， 还有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然后有什么挑战可以跟我们讲的话，不要再 suggest 我们做这样的东西了。我们下一个今天做什么系列再见，拜拜。